全部都是 AOE 耶，你会不会太扯？结束了，各位，终于要面对最终的 BOSS 了，各位。即使面对强烈无比的猛攻，也不屈服，成功的突破这一次的试炼。想不到，除了贤达之外，还有其他人相同的人类出现。那还用说，伙伴？嗯，你从里面听见了什么？嗨，各位又见面了，是我剪辑版本的沙皮啊。这段有点干，直接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目前的状况好了。在破完主线后，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其中谷地龙巢就是之一。里面的关卡结构就是有十层的关卡等着玩家们去挑战，每层的机制相当有趣，例如讨伐指定的魔物啊，破坏固定魔物的部位啊，几回合打赢魔物啊等等之类的。当然还有那只超经典、机制超有趣的冰咒龙，嘿嘿，可以说这只爬塔的设计真的超赞。另外目前最多就是十层，而最上层的就是这头未知的存在黑龙了。可以说为了挑战这头禁忌的魔物，我真的做足了准备，并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同时将前面所有的试炼障碍都一一突破。那么现在就来让我们一起见证之后的结果吧。哦，贝贝龙，三倍龙，应该是力量，我觉得，他不可能是技巧。先试试看，缴个学费先。头部，你怎么是速度？啊，速度哦！哦，硬哦，好硬哦！嗯，嘟嘟嘟，他要干嘛？地狱烈焰！干这哥吉拉是不是？哦，好帅哦！哇，还在速度嘛 ？OK， 陪你一起了。怎么换力量了？哦，地狱烈焰只会转一个。啊，完了，我要缴个学费了。哇，呜，好啊。上吧，店长。好，对不对？呜呼！哦，是不是要转技巧了？转速度，这样又转回速度。完了，再缴一次学费了，各位。用心しろって。我们有机会再补一包，缴个学费就对了。还要干嘛？哎呦，还要干嘛？天津压力哦，这感觉应该是在打完就转技巧。啊，我应该吹笛子。八火是什么来着？我总觉得李维特有危险。龙鞭打。
二连击，开始转技巧，站起来就转技巧。啊哈！得了两连呢，有点高。这全部、哦、还带撕裂伤，我这只不是棒哦。OK OK， 我们来跟以为推起来吧。哇，4174！啊，最后还会三连，真棒！好像还是技巧，以为要帮他补血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换一个阎王底下了。哦，以为特好样的！黑龙压制。哦！要变回原本的速度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完蛋！哦，没事。再一次天津压力，哇！没事，扛住了。啊，我没扛住。哦，好痛。不是吧？还要再来一次？真假的？嗯，我还没睡。哇，他怎么一直？哇，一直 AOE 耶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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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现在要转回什么？他要转回速度是不是？感觉可能是速度，也可能是别的。这也太刺激了！哦，转回速度 ，nice！ 当然，配音是赢。啊！完蛋，李维特，我要帮你补了。他有点嗨，我这边也有点嗨，都很嗨。等一下，然后我要帮他补一个他那个。OK， 地狱烈焰呢、欸？哇！野兽。哇！第一个把黑龙砍半的男人，啊！哦，哇哦！哦，哇 ，OK，Very good。Very good， 黑龙。不会打？欸，打李维特，拜托。好险！欸 ，nice。哦，完了，我现在没办法骑上去了。现在骑不上去的话，它是力量，我必须要打速度。试试看了，各位。
我现在好像有底棒。李维特交给你了。雷鸣不会破呀。啊！他又看我，我要怎么办？不太想要去扛哎，扛下去有点……我想一下。弓箭啊，对哦，弓箭有回避哦。全部都是 AOE 耶，你会不会太扯？哇，李维特，你快补自己呀！超粉尘暴力，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吼吼吼吼，好，你继续看着我。世話になっちまったな。こんなもんだろ。哇，赢了欸！怎么可能？哇哇，按赞，谢谢按赞！哇哇，赢了欸！看，居然赢了欸！哇！你们已经通过谷地龙草了吗？发生了不少事情，都是靠伙伴跟随行中之前羁绊才能克服难关。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多问了，然后曾经踏足该地的你自己知道就够了。如今你已经完成了试炼，通过谷地龙草，想再次踏上旅途去寻找前所未见的魔物也罢，再次造访谷地龙草也行，到时候会有谷地龙草礼。